自从陈韵如受伤之后，他整个人变得很不一样，不管是他的个性还是他说话的方式。不要因为我帅爱上我，我跟你讲，厉害，谁喜欢你啊？所有的感觉都让我无法相信他跟以前那个陈韵如是同一个人。所以你也相信他说的他不是陈韵如？奇怪，我最近怎么老是想到他啊？11月17日起，周日晚间10点，分解茶想见你。